阿雪，快看，傅龙玉到手了，我们快走。哥，我还是觉得不妥。都这时候了，我在前面开路，你快跟上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Bye.
别急，把你也一道抓回去。久矣。说，怎么才能救我哥？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大王，傅龙玉已经夺回。阿雪，快跑！哥，你要不要紧？都抓起来！狐狸，你别插手此事。舅舅。哼，难怪两个乳臭未干的半妖。也误会，两个孩子年少无知，多有冒犯。魁王大度，请让本座代为赔罪。你要怎么赔罪？这颗定神珠封存了我陈瑶之后一甲子的修为，求魁王网开一面。本，你还真舍得！你们两个还不快道歉！晚辈无知，多有得罪，还请魁王恕罪。狐狸，人今天就给你个面子，不过这小子身上的毒你们得自己想办法。多谢魁王大度。舅舅，回去再说。这毒实在了得，在下只能减缓毒性蔓延，暂时保他性命。可有何建议？凭你的法力，应该还能支撑他数月，不妨再寻他法吧。那哥哥什么时候能醒来？此毒不解，恐怕醒不过来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先生辛苦了。哥，舅舅，阿雪，我这是
我把你的原身取出来了，先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擅闯魁王府。傅龙玉可以铸蛇化龙，想来也能铸我们化作全妖，所以胡闹。孩儿们知错了。我的法力还能为阿琴支撑半年，你尽快出发，去巫山的黄仙村找莫老，他可以救哥哥。若他不能，其他恐怕更不能。阔别多年，也不知如今是否无恙。此行期间为把阿琴稳固，需在沿途庙宇神安寻得安灵舍利来加持元神。这安灵舍利为何物？此物为人类上古传下的舍利子，较为稀有。我知人类的一些富庶显贵人家和年代久远的庙宇存有此物。据我所知，去黄仙村的必经之路上有慈宁庵、静隐寺，应可以寻得。我准备一件信物，到时他看了自会帮忙。今晚上会收拾一下行囊。我也一起去，让我依附在你身上。也好，此去路途遥远，多一双眼睛互相照应。你们半人半妖，于世间人类和妖魔所不容，离了明州城没有我的庇护，要多加小心。舅舅放心，我会照看好阿雪的。前面应该是慈宁庵了。这就是慈宁庵了，舅舅信息有误。这慈宁庵看似早已破败。休要说丧气话，带我进去一看。是送亲队伍。那是新娘子，她好像在哭，我去看看。新娘子在里面休息，外人不太方便入内，还请姑娘包涵。我就想看看新娘子，就看一眼。这新娘子不方便见外人，让她过来吧，以后我也没机会和外人说话了。
请进。我叫夏侯雪，你就是新娘子？嗯，我叫林婉惜。夏侯妹妹这是一个人赶路？不，是兄长病重，我此次出门是为他求药。妹妹生得水灵可爱，却小小年纪背负重担。不用心疼，我一路游山玩水，好不开心呢。可不是，为兄破散之事都忘了。这一路你就在催，我现在便找。别找了，我也找了个遍，除了断壁残垣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可如何是好？没有安陵设立，极有可能没到黄仙村，你就有破散之嫌。妹妹为何自言自语？啊，没事。妹妹此去求药，怕是碰到了困难。方才听闻安陵舍利，正巧我今日嫁妆中带着，你若有用，便拿。这不妥吧？这块是小了些，总比没有强。阿雪，稳固我的元神要紧。若但眼观，劳独梦。保那便多谢了，但我舅舅说过，受人恩惠便要报答。我想不出有什么能为你做的，实在是受之有愧。真懂事，你认我做姐姐吧。以后我独守空房，心里有个牵挂，不至于太孤寂。哎，别哭，我认你这个姐姐便是。好妹妹，这个舍利倒是见面礼吧，让姐姐为你兄长尽一份心意。以后也见不到妹妹了。好，姐姐放心，那什么尚书府，我悬着味道也能找去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又不是狗鼻子，哪能寻着味道？小姐，雨停了，上轿吧。好，妹妹只身在外，要保重。姐姐，姐姐保重。有妖气。有妖怪，快逃啊！姐姐且宽心，我这就出去看看。听说妖怪嗜血成性，妹妹还是待在此处为好。妹妹，我降妖除魔的本事还是略知一二，姐姐勿念，我去去就。你这小妖在此鬼鬼祟祟的，意欲何为？大王叫我来寻人肉，莫管闲事儿。那两个轿夫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别碍着老子禀告大王有人肉吃。哼，
那你可得问问我手中的兵刃了。通风报信，滚吧！此处有个妖怪，唤作黑将军，想必是为祸一方的大妖，我等还是尽快离开为妙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那些教夫见到黑将军在此祸乱一方，这逃跑的两人也就自……这话本不该提。这送亲仪式本就因我府而起，他们随我此行，却要置于危险中而不知。也罢。
这山中妖怪凶残异常，那两位教父已经罹难，请姐姐节哀。唉，是我连累了他。姐姐莫要自责，
我看还是先护送姐姐离开此处吧。唉，也罢，我们这就启程吧。在哪儿？他们往深山里跑了。黑将军说了，谁拿住他们，今晚多分他一块吃。你好久都没有吃到新鲜可口的人肉了。哦，这也有人味儿。
妖怪闻到人味儿，都来了胃口，继续进山恐怕会很凶险。如此更要快点追上他们。在寻人肉吃吗？小心，此人灵力强盛，且已……我在找一位姑娘，她被犬妖抓进山里来了，阁下可有撞见？没有，此山林茂密繁复，若无指引，莫说找人，连离开都难。快走，她可能是斩妖人，不要招惹她。兄弟不必惊慌，二位既然不是来找在下麻烦的，在下也不会为难二位。
不打扰了，告辞。